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过瘾的拳击比赛，台下的主人左勾拳，台上的拍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很幸运，一个突出的机械手臂救了熊孩子，身后便是万丈深渊，稍有不慎便可能摔个粉身碎骨。狼叔及时赶到，将儿子救了出来，死里逃生的儿子紧紧抱住爸爸不肯放手，这也是这对父子生命中第一次相拥。缓过神的儿子发现救了他一命的机械手臂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机器人，然后他花了一整夜的时间将机器人从地下挖出，把它洗得干干净净。他还有个骚气的名字，阿童木。狼叔瞧不起阿童木，他一眼就看出这只是个陪练机器人，他最大的实用价值就是可以随主人做出同样的动作，说白了就是一复读机。用狼叔的话来说，这就是个专职挨打的货，没有任何实战价值。他一边嫌弃阿童木，一边盘算着进城找朋友，看能不能忽悠几个钱再买一个新机器人。但他的老伙计猎鹰很委婉地拒绝了他，你是个好人，但我不看好你，说白了三个字，没有钱。狼叔被发了好人卡，只能离开。与此同时的儿子一直在了解并训练阿童木，在他的操作下，阿童木已经能做出很标准的搏击动作。狼叔见了都说，不错哦小伙子，颇有我当年的神韵嘛。他再次怂恿老爸带阿童木去参加比赛，狼叔抱着哄小孩的心态答应了儿子的要求。在他看来，阿童木撑不过一个回合就会被打成一堆废铁，正好也让这个小屁孩死心。
但没想到的是，在狼叔这个前拳手的指点下，儿子操纵的阿童木竟然和对面打得有来有回。由于阿童木是个陪练机器人，本身扛揍属性点满，在对方猛烈攻势下居然还能勉强支撑，最后更是以一拳 KO 完成了出乎意料的胜利。尝到甜头的狼叔在儿子的央求下开始教阿童木拳击，阿童木不断的出拳挥拳，永远也不会疲累。狼叔看着挥拳的阿童木，满眼都是自己年轻时的样子，仿佛回到他当年作为一名拳击手的日子。有狼叔加持的阿童木开始在地下拳赛所向披靡，儿子和阿童木的名气越来越大，各大媒体争先报道，很快他们受邀参加联盟赛事，这可是机器人联赛领域最高层次的存在，不是那种地下拳赛所能比的。小男孩加机器人的组合引来无数观众的欢呼喝彩，就连他们的对手都忍俊不禁，但那是一种轻蔑的笑，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只是来走个过场，博博眼球，仅此而已，至于胜利那是痴心妄想。比赛一开始的表现并没有出乎大家的意料，面对双头怪绝对的力量压制，阿童木别说反击，连自保都成问题。很快他被对手逼到角落，一记又一记的重拳袭来，这已经不能算是战斗，而是一场屠杀。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吊打，眼看着阿童木快要被打成一堆废铁，狼叔突然发现对方的致命弱点。垃圾堆里挖出来的阿童木竟然打赢了职业联赛，面对突如其来的胜利，儿子飘了，他一把抢过主持人的话筒。儿子的狂傲换来的是观众的嘘声，宙斯是职业联赛中最强的机器人，阿童木虽然是匹黑马，但与宙斯相比未免还是太不自量力了。赛后狼叔曾经的债主找上门，虽然狼叔表示可以立即还钱，但人躲不过一顿毒打，父子二人躺在地上十分狼狈。带着浑身伤口回到自己昏暗的小卡车，狼叔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老爹失职了，这样飘摇的生活他可以忍受，因为这是他自找的，但他的儿子不能，这样的生活一个人过就够了，孤狼也一只就够了，自己没有能力照顾儿子，他应该去过更安定的生活。狼叔将他送回姨妈身边，但儿子却并不想离开老爸还有他的朋友阿童木。面对儿子的苦苦哀求，狼叔没有心软，他明白儿子应该去过更安定的生活，而不是跟着自己颠沛流离。 Will you say something please? I tried, okay? I mean,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? I want you to fight for me. That's all I ever wanted. 狼叔愣了，他眼前闪过一个个自己，他可以断三根肋骨，他可以失去一口牙，但是面对强敌他从未不战而退，面对孩子他才突然想起自己从未争取过，从未像一个父亲守护幼崽般咆哮过。此时的他才明白儿子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，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又应该做什么。也许他从未是一个合格的父亲，但他可以是。第二天他带着阿童木找到儿子，请求他的原谅。他对儿子说，原来他已经获得了与宙斯对决的机会，他决定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完成儿子的心愿，更要承担起作为父亲的责任。擂台上仅仅是宙斯的出场方式就体现出了其压倒性的实力。比赛一开始，瘦弱的阿童木便被宙斯一拳捶倒在地，紧接着便是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但狼叔变了，他不再抱怨零件不如对方好，不再抱怨算法没有对方高级，不再抱怨处理器没有对方全面，他只想赢。虽然双方的力量差距巨大，但宙斯也不是没有弱点的，宙斯通过电脑系统控制，所以动作难免有些死板，狼叔正是瞅准了这一弱点，抓住时机，一记上勾拳，首次击中了宙斯。凭借狼叔良好的意识和预判，阿童木不仅能及时躲避攻击，还能秀两把骚操作，双方竟然打得有来有回。碰到硬钉子的宙斯使出了看家本领，在他的全力攻击下，阿童木再次被狠狠击中，语音控制系统遭到破坏。没办法，为了能够继续比赛，狼叔只能亲自操纵阿童木与宙斯进行最后的决斗。比赛重新开始，狼叔不再主动进攻，而是开始采取防守策略，以此来消耗宙斯的能量。为了榨干宙斯，狼叔甚至渐渐地挑衅对方。狼叔的挑衅起了作用，宙斯开始更疯狂的攻击，想要尽快解决这场战斗。他的拳头像机关枪一样密密麻麻地打在阿童木身上，但与此同时他的能量也在加速地流逝。终于宙斯的动作慢了下来，一切都在这一秒定格。
出现了，阿童木乘胜追击，不断向宙斯挥拳进攻，左拳右拳上勾拳，一拳接着一拳，左臂被对方夹住，他就用右拳进攻，狼叔在台下挥拳，就像他真的站在台上一样。儿子望向他的爸爸，眼里满满的都是感动。但是在对方背后势力的暗箱操作下，屌丝逆袭高富帅的经典桥段并没有上演。比赛时间到了，按照规则宙斯依然获得了冠军，而他同时获得的还有来自观众的嘘声。人们将最热烈的掌声与欢呼送给了狼叔父子以及阿童木，他们才是当之无愧的冠军。在镁光灯的照耀下，父子紧紧相拥，在这一刻他们终于放下心结。也在这一刻，一个父亲传承给了自己的孩子一些东西，一颗有所热爱的心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，但它讲述的却是梦想与人生本该拥有的样子。小男孩或许仍会离开狼叔，去过更为富足安稳的生活，狼叔或许仍会孤身一人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，但那又如何？父子间的意志已然传承，这便是热爱的力量，为自己所热爱的事物奋力前行，也许这就是男人的浪漫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咸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